分局员警获报于泉州街有纠纷，报案人黄兰向警方表示，遭一名白衣男子挥拳恐吓及毁损物品。警方随后于大同南路220号发现该名白衣男子杨兰与三名友人在骑楼饮酒。杨兰起初否认有到泉州街找黄兰，后见无法自圆其说时承认。此时杨兰与友人刘兰、龚兰情绪突然激动，推挤叫嚣，骂警方三字经。警方为防止事态过大，立即启动快打部队，并对带头闹事者杨兰、刘兰与龚兰实施强制力上压制上铐，带回侦办。杨兰等三人讯后依妨碍公务等罪，现行犯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杨兰另涉嫌伤害、毁损、恐吓等罪部分，则依法函送新北地检。